我们已经到了，不用虎符就可以调兵的地步了。太子是要加害我们？只要他们不逼我，这江山就永远是赵家的江山。蓝月郎突然失踪，奉旨调查兵部公诉红命案。大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府骚扰。 抓住你，用了几招？一招。还敢不敢再去一次？